这个家没有脏字脸，迟早得散。采购部，你要申请多少资金呢？全给我，我们用完给你，全给你啊！开玩笑吗？你现在你跑掉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再给我2000，我买面。2000买面？2000买面？要卖多少钱啊？一碗？那你多少钱一个面？500。你们多少钱？那你去买了。就是买面，我用不完就拿回来呀！我你放心，我昨天吃了51块而已，我很老实的。拿发票啊！拿发票。3000。我9张了。收。我们自己人还出老千，渣贼难防。